晚上好，欢迎收听今晚的广播。我们从一则令人震惊的新闻开始，一家工厂被指控污染了当地的一个湖泊，导致了一系列的感染。尽管人们越来越担心，但工厂改变处理方法的决定可能为时已晚。不幸的是，一名试图在湖中游泳的小男孩因内脏感染而重病。医学专家对此感到困惑，称这种情况前所未有。据报道，男孩的器官正在从内部恶化。对于这些指控，工厂坚决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，声称他们只是向湖中排放了无害的水。然而，受影响儿童的母亲决心伸张正义，她宣布打算对工厂提起法律诉讼。
你要我上楼吗？为什么？你真没用，我只是想要打印机里的纸。